为了强化着这个灾害劳工的医疗甲重建协助劳动部积极来推动着这个伤病的诊治甲即灾。吉林福建的这专职病院的认可制度，吉米医疗体系永康吉米医疗中心到另外吉米病院，也是认可专职病院之一。今天伊就这个安全卫生署长周子莲专程南下主持着该牌。职灾职能复健专责医院揭牌活动正式开始，三二一，请揭牌。职能复健专责医院今年1月2号起已经应该是已经那个认可了28家的职能复健医院。那台南地区非常谢谢奇美医院的两个医院的参与。那未来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会把这个量能再扩大。那透过这样子的认可，我们可以一定资源经费的资源。那当然还是要那个有劳那个医疗体系一起来合作。吉安署长周子莲来感谢的吉米医疗体系加入的这在吉林福建专职的医疗病院行列，提供的这在劳工相关的协助加辅导。伊吉米也中心加另外吉米病院先后加入的专职病院的行列，目前已经协助将近的这要到200位职业灾害劳工来福建加访问，其中够有将近80%甚至会当来福建重返的职场。那透过这个计划呢，我们提供我们劳工朋友一条龙式的一个复健服务。那在这个复健服务中间呢，我们利用各款的方式呢，让设计一个客制化的一个疗程，那我们的劳工朋友可以在最短的时间恢复他的劳动力啊，可以快速的返回职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不仅是服务了这个在地的一个劳工朋友，那免除他们路程的奔波，那也是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尽速的返回这个职场。那在整个处理的过程里面，我们跟奇美医疗体系带着协同合作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任务。那其实我这次在这里福建的专职病院改排，包括卫生局、劳工局、各南区管理局等等相关单位，咱到场来见证。大家嘛期待讲，透过专职病院的设置来协助这个灾害劳工，提供着高品质的医疗和重建服务。南天新闻台谢英空采访报道。